往中国内地直升机坪、升机场外码头。直升飞机飞了，买直升飞机票的人应该就坐这个飞机。珠海蛇口，我们走这道，出境旅客专用。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就是海了，我们应该坐的就是这种船，高速，这个船的速度很快，专门来体验一下。我们去珠海九州是这一道，出境，现在要办出境。候船大厅，应该就是这个船吧。看那个船，中间是空的，减小阻力。坐这个船去珠海要比坐那个港珠澳大桥的巴士要贵很多，这个200多，巴士才100多，差不多是2倍的价格。但是没坐过这种船，想体验一下。这个速度应该还是没跑起来啊，跑起来的话会更快。一会儿我们可以坐在船上，可以看港珠澳大桥，在船上看的应该比较壮观。哦，我们的船来了，我们应该是这艘。我们一会儿坐这艘，白色。你一看这个造型就知道它应该很快啊，流线型，子弹头一样，专为高速而设计。我们一会儿就要通过这个通道，然后上船。候船大厅的海景非常棒，看看。上船了，上船了。座位号是200，这个船至少能坐200个人呀。干嘛？打火机，打火机。有点晃。派一个广播的，刚刚蛇口欠一个。哦。这个船很摇晃呀，200，200在这儿，201、202，这三个座位。船舱上面没有放行李的地方，都是放在地上座位下面。这个上面是贵宾舱哎，上去看看。男洗手间，啊，这是洗手间。各位旅客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请最上安全带的旅客系好安全带。我有一种要晕船的预感。怎么样让你们看到这个船在晃呢？看着外面，晃动是非常大的，还有小桌板。还有发矿泉水。开船了，这个二层比一层要晃多了。这个船上座率不高呀，连1/3都没有坐到，二层基本上是空的。港珠澳大桥修好以后都从桥过来了，估计坐船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。这是香港的货运码头，看我们再沿着航线走。香港的很多地都是山哦，就是可以用来盖楼的地特别小。其实在地图上看，香港的地盘挺大的。我们现在的时速是34英里，34英里换算下来大概是55公里每小时。那边是香港机场，空空的，没什么人。我们现在正在走的方向快要接近港珠澳大桥了，一会儿就可以在船上拍港珠澳大桥了。船上还有免费的卫星网络。这个地方就是港珠澳大桥的人工岛。巨大。已经可以看到大桥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港珠澳大桥。我们现在大桥越来越近了，就是一
半形，就是沿着港珠澳大桥走。玻璃上已经溅满了水花，要观景的话，坐二楼的头等舱应该不错。到珠海了，到珠海了。把电话卡换回来。我们刚才入境的时候，过海关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全部检查，就是把包全部翻开。如果你有带什么没有交税的，你要带比较贵重的东西，可能会被要交税。